粉丝给的这个，14岁以上才能玩，整体造型这么先进吗？打开看一下，这怎么跟以前那个手拉锯一样？弹匣，安全小软弹，装上。哎，这后面这个纸，这啥呀？这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整体是这么个样子，这是一个系列呀。上弹试一下，嘎嘣脆，安全钮打开。咱们我的天哪，力道大呀！再来一发。哎，怎么打两个？哎，我有个很创意的想法，开灯，牛！以后开关灯我就过。坏了！碰哪个哨子的？坏了，媳妇儿看见了，这不得？哎，好用了。粉丝给了这个没什么特别，就是能转。哎，等会儿你们看它怎么两个扳机呀？这个是，哎，还能这样？来，小软蛋，换面，给他摔的。哎，他这个地方是过，这居然还能拿下来上弹、啊，这不无主之地吗？走，咱们测试一下性能，随便来一下，这么准。